11月23号是什么星座呢？桃子来告诉你，11月23号是射手座。这个时间出生的人通常都会对权威表示出不满，而且不会轻易的相信他人。这并不表示他们没有信仰或是没有定性，而是他们只相信经过证实真正值得信任的事情。如果他们对强行加在身上的规定不满，通常都会以沉默或者义正辞严，甚至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来表达他们的感觉。若真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，麻烦就来了，因为他们可能就要开骂或开打了。一般来说，今天出生的人与一群难以相处的人在一起时，很容易的就展露出好战的本性。一般来说，射手座比较喜欢自己独处，但是他们更愿意和自己喜欢或者是尊重的人相处。